开发人员里面有录制剧集，其实可以把刚刚的动作录制下来。你其实也可以改一些参数，然后再做一些变化，甚至可以自动产生你要的很多的这种相关的视觉化的图报表。哦，那它也会自动像这个地方一样，自动产生一个工作表，然后自动把表图放在你要放的位置。哦，甚至还可以大量诶批次诶，就是一个工作表里面可以放各类的这种图，看你要怎么绘制，诶，都没有问题。OK 哈，那只是说呢，这个复杂度相对还是比较高了。我们目前可能对同学来说还是比较复杂一点哈，所以这部分的话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哈，诶，再跟各位说明。然后我是建议啊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哦可以把刚刚的动作录制剧集录下来看看。看里面有录到什么东西，好，那我可以的话，可以做一些修改，是可以修改的，哈，只是说因为你目前的那个功力可能还没到那里。那最后的话呢，顺便讲一下，就有关那个，后面我这边有多一个，就住宅切到的那个资料的下载。那你会发现哈，其实网络上的资料，这有点像爬虫啦。这个爬虫部分的话，如果你假如像开放资料，或者是将来人家提供给你一个下载的路径，像一个 CSV 的云端的位置下载，那你会发现哦，这边其实是按你按下载，它就这样，它就点一下啊，它这边就帮你下载下来了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呢，你不要那么麻烦，你希望就是说，你可以不用下载再打开，而是把这个路径有没有按右键复制连接网址，有没有？那这个网址你知道之后，它就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位置，然后你可以直接。用程式的方式把它抓到哪里呢？抓到我们的那个就是 Excel 里面的话，哎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相对你就不用再每次都再用开启的方法打开来，好啊。如果资料有更新的话，你直接抓下来就好了，哎，这样不是很方便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哈，该怎么做了？我这边提供给各位哈，就是一个补充哈，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把它下载下来的话，其实可以利用下面这一段有没有？这个 sub 到 end sub，那这一段程式的话，基本上就在做什么呢？我 demo 给各位看一下啊，其实就是直接去抓这个网址，其实那个网址就是这一串了，就是我把那一串网址刚刚按右键哈，复制这个下载这边有没有？复制之后我把它贴到哪里？贴到 HTTP 有没有？分号到双引号这一串，因为它其实网址还蛮长的啊，然后呢？里面其实只是怎么样把它下载下来，哦，然后呢做几件事情哈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插入两栏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后面补了三行，就是插入两栏哪两栏？E 栏到 F 栏，所以这个是 currents 哦，我刚刚讲 currents 物件啊，就是处理什么呢？处理栏的部分啊，然后呢？再到一，因为插入之后有 E 跟 F 嘛，所以在E1 指的是E1储存格里面加一个字叫区，然后呢，在 F1 里面加一个路接道，哦，啊，意思是说了哈，刚刚所有做的动作啊，你如果不想要每次都来一遍的话，那你直接执行这一段程式就 OK 了。我秀一次就 sub 到 end sub 啊，把它 Ctrl C 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直接秀一下哦。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贴到哪里了？记得一样贴到模组的最下面。好，那当然 sub 你也可以增加一个按钮了哈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，这个地方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好了，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，当然哦，你也可以像我刚刚讲，你可以按 F8，有没有？逐行跑 F8。哎，它这个好像就会，它一定要跑这个 function。OK 啊，不管它。直接跑到这里好了，这个是清除，这一行的意思是说，把这里面所有的资料先清空，叫 sales 点 clear 就是清空全部，然后这一行的话哈，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去下载，那里面实际上是用的一个物件叫什么？叫做 query 啊，query 就查询 tables，这个 query tables 就是资料表，那也就是说哈。有点像什么查询资料表，那这个资料表在哪里？可能在网页上，帮你把它抓到，好，所以 add connection，然后它的资料来源是 text，是 text 是文字，哦，啊，从这个地方这个网址刚刚贴上，放在哪里呢？destination 就是
放在我们的 range A1， 只意思说下载完之后直接就放在 A1 储存格延伸出去哦。OK 哈、哦，然后这个950指的是 Big 5的编码方式啦，哈、哦。然后我们来跑一下，哥看，哎，这个 Big 5，然后真正抓的话是这一行叫什么 refresh， 在背后帮我 query 哈、哦，等于是帮我把直接前景把帮我抓，所以这个时候跑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会转圈圈。就从网路上抓下来，所以其实主要是这一行上面只是相关的参数，然后 end with 就结束了。好，那、啊、你会发现哦，这个东西呢就被倒到这里来了。OK， 好，所以以后呢，如果假设哈、哦，你们想要抓网路资料的话，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，你会发现啊，改的话其实只有改哪里，改这个后面有没有？从那个分号后面这个 HTTP 有吗？这到这里了，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本来是这样的哈、哦，我实际上是拿那个刚刚这个有没有大平台这边嘛，按右键把这个下载的这个本来是点那个左键它就下载，那我是改成按右键把它复制这个连接网址，啊贴到哪里呢？贴到这里有没有分号跟双引号的本这个一定要留了哈、哦、文字，然后分号的后面。双引号的前面贴上，就这个好，它就可以帮我把它下载。啊，你会慢慢下载。那下载完之后的话，哈，我们刚刚还做什么？插入两栏嘛。我希望在那个一跟 F 这两栏帮我插入两个空白栏。啊，如果你要写成 VBA 程式的话，你只需要写这样子 columns， 啊，一跟 F 帮我 insert， 有没有 insert？ 应该这个字会拼吧？键盘上有 insert 这个单字嘛？哈。啊，如果你要删除的话，是什么？叫 delete。好，键盘上也有，有没有 ？insert 就是插入栏。那如果你要两栏的话，就是一跟 F。如果一的话，就插入一个一栏而已了哈。然后 delete 啊，这一行我把这个 run 一下，这一行执行，有没有发现一跟 F 就诞生了？有没有？哎，所以哦，这个地方的话哈。可以尽量善用那个什么，刚刚讲的这个，就这个地方哦，来把它乱，因为这个方选都会乱到，就是这个，所以以后的话哈、哦，叫做 columns，OK 哈、哦，刮弧一到 F， 那将来如果你要更多栏的话，比如一到 H， 它就是一到 H，OK， 后面只要点 insert 就可以了，好，还蛮好用的，那如果哈、哦。你要列哦，像这边是插入栏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插入列的话，哎，对，改一下，叫 rows，R-O-W-S， 刮弧的话呢，你就是第几列到第几列，点 insert 也是可以插入列 ，OK 哈、哦。啊，删除的话就点 delete， 好，应该可以了解了哈、哦。啊，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在E1上面加一个字叫区的话，就是把这个区这个字放进来，好、哦，有没有？然后把路接到这三个字放在这里 ，F1， 这样子。那后面如果说，哎，你想说老师，那我后面如果说我要顺便帮我把资料，顺便完成的话，那其实哈、哦，你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，直接怎么样？直接就 call 路接到就可以。就是你比如说你啊、跑完，那你顺便把这个 sub 执行的话。你就直接怎么样，在这个程式的这个地方加一个 call 的话就呼叫的意思，然后把 sub 后面的名称贴到这里来 ，call 路接到，然后我把它移上啊，程式比如跑快完了，你可以倒车，移上去就好，它会倒车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哦，这个 F8 还蛮好用的，程式是可以倒车的哦，这个除错环境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哈、哦，来按 F8， 它会跳到路接到。有没有跳到这里来，然后去执行什么路接到的动作，就这些。好、哦，啊，我把它全部跑完好了，全部执行，全部 OK 了。哎，那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哈、哦，等于是说，如果你要把全部的程式哦变成一键完成的话，那就是刚刚的这个、哦。所以哦，你会发现我执行好了，现在全部跑一次好了，等于我这边不设中断，全部跑一下。全部 OK 了，有没有？哇，是，而且程式还没有跑的很多啦，现在只是说
多跑一个动作而已。啊，未来如果你要全部哦更多，甚至把那个跑下来的东西啊，再结合枢纽分析表，结合枢纽分析图，甚至啪啪啪啪啪，你要想要产生什么东西，就会全部自动完成了。OK 哈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。我刚刚的程式是放在这个我们最底下、最下面这边哈。啊，我只有再增加一个 call 放在这里 ，call 那个名称哈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